所以你可以试试看，我看看。
来，你选一下。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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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刚才是这样子，人的这样子，跟手臂这样这样这样动。现在就是这一段不要动，然后就用这个手这样。对，然后也把你心心里放松一点，放松一点。对，对，你现在拉琴的时候，常常有这个习惯，是把右边的肩膀也抬起来。哎，所以抬起来的话就越来越紧，然后手臂这样就这样转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把它放松，手臂就很自然的可以把它往前放开。哎，所以你把这个肩膀放松，把它拉起来，对。对，然后现在拉一下这个。快了。
出另外一个。Thank you.